第27届国家磐石奖。晋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，为全彩数位式镜组的创新产品服务供应者，在全球医疗资源不均、高龄化及慢性病人口渐增的趋势下，创业团队瞄准世界对医疗影像筛查之需求，以光学、机构、电子和软体整合型光机电系统开发的核心技术，结合学术研究及医学临床成果，投入专业的研究与开发，立志成为世界级 AI 医疗数位影像的创新解决方案提供者之领导厂商，秉持爱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愿景与使命，提供有益生命健康的环保的创新技术、产品和服务。